everybody. My name is Han Song Ma, and it's a great pleasure to be here to share my EAST application experience. So as Anna has said, that it's better that I speak in Chinese. So my entire presentation will be in Chinese. I will be very happy to go through my slides and also share my experience in English. And you can email me, and I'm happy to provide a one-to-one kind of discussion after this, today's session. Okay. 大家好，我叫马涵松。今天我很高兴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申请这个 EAST Starting Grant 的一个过程。我先简单的介绍一下我的背景哦，就是我呢，出生在浙江绍兴，当时还是一个小县城，然后一直在那儿生活到了18岁，然后来到了英国，拿到了学士和博士学位，然后去了美国的那个加州大学的旧金山分部呢，做了我的 Postdoc Training。然后2017年年初的时候呢，我来到了剑桥，然后成立了自己的实验室。我的研究方向呢是基因遗传学。那我当时为什么要申请 EAST 呢？主要原因就是在欧洲呢 ，EAST 是一个很大的 grant， 这个不单单是说它的钱比较多，主要还是因为它这个它的 reputation 啊，它的名气也比较大。他当时我申请的时候呢，我就申请了 1.5 million euro。但是如果你是从国外来的话，就是 international 的 relocation 的话，你还可以增加 up to 1 million euro。这个钱比较好，是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他在英国呢有很多 grant， 他是不能support 这个就是 PI 的工资的，但这个 EAST 就可以。所以如果你想在欧洲成立自己的实验室的话，你完全可以用 EAST 的钱来支持自己的工资，这样呢就是很多的这个 host institute 会比较愿意 support 你，因为他们不用 cover 你的工资，对他们而言是一个很大的 benefit。 还有一点就是你如果要搬到另外一个研究所的话，这个钱也可以跟着你走。最主要的其实不是钱，这个就是说当然这个 financial support 是 great， 但是呢它在某种程度上它会增加你的这个recognition， 特别是对于我们这种比较年轻的这种 PR 而言，他们觉得如果你能够拿到 EAST， 那你就是在你这个 field 里面做的比较好的，或者你的 idea 是比较innovating 的，或者是你有breakthrough。 还有一点就是他只要求就是说要大概有 50% 的时间就是在你的 grant 上面。当时呢我有另外一个比较大的 grant 是从 Wellcome Trust 拿到的，所以对于我而言这个就是比较符合我当时的情况。还有一点就是我这个 proposal 的话我会讲到，就是说它这个也比较符合这个 EAST 的这个 high risk high gain 的这个 profile。 当时呢这个 project 并不是我实验室的主线，不是我们主要的 focus， 它也不是这个 direct spin-off of my postdoc work， 所以我的 preliminary data 其实不是很多，但是如果成功的话，它就会move the field a big step forward， 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比较符合这个 EAST 的 profile， 所以我就申请了。我是17年1月份开始的建立自己的实验组，然后是10月份递交了我的这个 application。当时呢，我虽然已经拿到了这个 Wellcome Trust 的一个比较大的 grant。但是我其实没有什么写 grant 的经验，非常非常的 naive。就像我之前说的，因为这个 project 啊不是我实验室的主线，所以也没有太多的这个 basis。我就是大概从4月份、5月份开始想我要怎么写这个 proposal， 到底要放什么东西在这个 proposal 里面。然后呢花了整整的2个月，就是7月和8月几乎什么都不干，就专门写。专门读专门写这个 proposal。 我不知道别人要花多长时间，但是这个 proposal 是比较长的。它呢我的那个 part 1是4页，part 2是11页，就是 single space 的。特别是就是如果你没有写过这么长的 proposal 的话，我觉得挺费时间的。然后呢我在那个写之前呢，就是把这个申请的过程都很仔细的读了一遍。比如说我知道有 step 1 step 2 interview，然后这个 step one， 如果你的评价比较低的话，你第二年是不能申请的。然后因为它有这个7年的限制嘛，它这个 EAST 的这个 starting grant 有7年的限制。如果你第一步被评价比较差的话，
然后你中间得过一年，有些人就到了第二次咱们再申请的时候就不 qualify 了。所以你知道这些，提前知道这些消息以后啊，就会让你更加认真的来面对这个，来写这个东西，因为你知道如果写的不好哈，你就会失去一次机会，说不定就完全不能申请这个 starting grant 了。然后我们当时所里面有好几个人，他们是申请过 ERC 的，我就他们有些成功了，有些不成功了，我就读了所有的 application，然后读这些东西其实对我写这个 research part 是没有什么用的。但是它有很多其他乱七八糟的东西，比如说 games 啊、resources 啊，他们写这个东西，有些我就可以用过来照抄一下，我觉得帮助特别大。因为其实作为一个 non-native speaker 的话，不是写 scientific 的东西啊，写的是比较难的，我个人觉得比较难。所以有那种模板啊，然后你可以就是说稍微知道借鉴一下，还是挺省时间的。然后就像我之前说的，那个 Professor Uwe Salle 他也说了。就是 Part One，它主要是给 internal 的那个 panel member 看的，然后这个非常重要，因为你只有通过了这个 Part One，你才会被 sign out，你的 application 才会 sign out for review 嘛，所以你这个 Part One 还是要很认真的面对的。当时我就觉得这个，主要的问题就是这个 application 非常长，就是跟我的那个 welcome trust 比起来，那个 welcome trust 我只写了4页，它提供的钱是一样多的，但是我这个 part 这个 ERC 要写15页，所以觉得啊，好费时间啊。感觉要投入很多的，比一般性其他的 grant 要投入更多的这个精力。然后呢，我还觉得就是写要把 part one 和 part two 写的不太一样，还是挺难的。因为他这个，可能也是我英语不太好吧。就是你同样的东西，你用不同的方式写出来，就是挺花我时间的。但是后来觉得想想也没必要，因为很多时候。就是那些人，他们只会读 Part One 和 Part Two，他们不会两个同时读。Part One 主要是给这个 Panel Member 读的，然后 Part Two 呢是给那个 External Review 的读的。然后是我觉得可能很多 External Review 都没有时间来仔细读 Part Two，他们可能就先读一下 Part One，然后觉得有些 detail 想知道的，然后才会读 Part Two。所以就算你 repeat 了也没有关系，所以大家也不要太纠结。还有一点就是选择你的 Panel，在同一个 Field 里面呢，这个它有好多个 Panel。然后这个 panel 有些 panel 是特别 competitive 的，像我是做 biology 的，它那个 cell 什么 developmental biology 那个 panel 是非常 competitive 的。所以如果你的 topic 啊是可以就 fit 其中好几个 panel 的，你就选一个稍微不那么 competitive 的 panel，然后你的竞争对手就不会那么强悍。还有一个就是它的这个 online 的 submission，我觉得特别特别不 straightforward，有些步骤是要这个 host institute 来操作的，我到最后都没有完全搞清楚到底哪些步骤是我来 submit，哪些步骤是他们来 submit，所以到最后就是前一两天我还挺紧张的，我还得确认一下我是不是我自己弄完了 submit 的视频已经完全弄完了。我是那个3月份拿到了interview 的通知，然后 interview 呢是在6月份发生的。所以中间有3个月的时间来给你准备，这挺好的，因为像我们这种需要去大使馆签证的人呢，这给予你充分的时间，让你可以同时拿到签证，然后可以很好的准备你的interview。我拿到这个通知以后呢，当时呢就马上联系了我们剑桥的他们在前面1年2年之中拿过这个 ERC Starting Grant 的人，我就说能不能跟我分享一下你的经验。然后你可以在，因为 ERC 它每年都会发表，就是说过去一两年，就是过去那些年里面拿到过 ERC Starting Grant 的人，他们的project title 和他们是在哪里的，你可以在这个找到，这我觉得找一个就是你附近的，然后跟他聊一下会有很大的帮助。我就是从中就觉得学到了很多东西，特别是其中有一个人的 slides 对我的帮助特别大，因为他是做的领域跟我完全不一样，他也是做生物的，但是。我一看他的 slides 啊，我就觉得，哎呀，他要做什么，我就很明白。所以这就是，就挺重要的，就是我后面有讲到，就是你的 slides 啊，不单单是要对你这个领域的 expert，能够让他们明白，还需要让大家不是你这个领域的 expert，也要能够觉得非常 interesting 和 impactful。然后我就自己准备了大概十几个不同的 version，在我们的所里，做一个 practice talk。就在欧洲呢，是很普及的，就是你，弄完以后，在自己所里讲一下，然后那些 senior 的那种 group leader，他们就给你提意见。
然后在那个面试之前呢，我他们会把那个 reviews comments 啊，就是发给你。当时我是有6个 reviews comments，有4个是比较 positive 的，然后2个比较不 positive。然后我就从那两个比较不 positive 的那个 review comments 里面想猜了一下，可能那些 panel member 会问我什么问题，其中有2个还猜对了。还有一点就是你可以猜一下这个panel member，就是他这个 panel member 就是会是 share 的，就是说我当时是2018年去面试的。然后我就看了一下，2016年我那个 panel 里面是谁是我的 panel member，然后大概有60%到70%是 share 的，当然也会有变动，但是你从那些 panel member 的 profile 里面就能猜到，就是至少可以想象一下他们的背景，他们就是根据他们的背景，他们会问你什么问题。然后面试那天呢，我是前一天到了布鲁塞尔的，然后第二天面试呢，你是得提前1个小时到。整个非常 stressful，因为他们就让你等在那个房间里面，然后那个房间里面呢是有很多其他的那个applicant，他们是跟你同一个 panel 的人，就是同一个那个 panel 的来面试的，然后大家都很安静，都不怎么说话，所以整个氛围特别紧张。然后到你面试的时候呢，它有2个 screen，一个是就写就是在你背后，就一个是你的 slide，另外就是一个倒计时，很大的一个 screen，跟你那个 slide screen 一样大。他就不停地提醒你，你还有几分钟剩下。我当时呢有12个 panel member 吧，然后其中2个是主要的这个问问题的，然后另外我当时还有大概5、6个问题吧，从其他的那个 panel member 来问的。整个过他们还是比较 friendly 的，整个过程还是比较 OK 的。但是这个感觉就前面在等的时候就会比较紧张，因为你就感觉他们在同一位听众里面那些 candidate 也很紧张，弄得你很紧张。Hansung, sorry to interrupt. I need to ask you to be a little bit quick because we're running out of time. But thank you for the detailed sharing of experience. Okay. Just some personal tips. 我觉得就像那个Professor Uwe Sao 说的，你也不用，就是不要觉得如果没有 CNS，没有 Cell Nature Science，你就不要那个也不用太担心，主要还是你的 proposal 要 fit 它的 ERC 的 profile。还有一点就是在你写那个时候，他们虽然说是 high risk high gain，你还是要 balance 这个 risk with feasibility 的，你还是要有 backup plan，或者如果这个不 work out，what will you do next？然后还是那个你写的这个东西啊，尽量是把它弄得比较清楚明白一点，这样 reviewer，因为他们这些 reviewer 都很忙，如果你能够把你重要的句子啊，就是下划线啊，或加斜体啊，他们就一下就能找到主要的信息。在 interview 的时候呢，我是把每一个字要说的每个字都背得很熟的，背得滚瓜烂熟的，因为不然就会很容易超过10分钟。然后你回答问题的时候呢，尽量短，要短一些，这样他们就可以问很多问题。还有一点就是你的 slides 必须要，刚才我说了，就是对一般性不是你不是 expert 的人也会让他们感兴趣，因为他们每个人都会 vote 到最后，然后他们的 vote 都会 count 的。还有一点就是你要比较 excited 在你 present 你的 work 的时候，像我时间已经到了，我就在这儿停止吧。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等会儿再问我。